边的。这一棒打出了在中组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安打了，安打了，先绕过一点之后，林家正可以轻轻松松的上到二垒，左中之间的安打。那么现在一出局的情况下，站上了二垒，这是标标准准的二垒安打。啊，这一棒可以说是打得相当扎实了，中外野手也没机会。哦，中间偏高的速球完全掌握。好了，又有人得点圈了啦 ，Let's go， 磕球。这个球捞起来，右半边，右半边，这个球在界内，在界内，是林振的，向跑者绕过三垒之后，回到本垒得分，回到本垒得分，张振宇，张振宇。这个时候帮助了中华队停摊，先执得点，送回了林家正，在一出局的情况下，连续两棒的二垒安打，球权终于掌握住了。事实上，这一球有其实有提到，其右外野手队的这个身手，但速度非常快，但是费力有限啊。但是这球其实这不是有冲三垒的机会吗？这个球也可以说是巧打，那也希望这一棒能够释放一些压力。休息区所有的球员都非常的兴奋，来迎接他们打进的则是陈晨威，这个球是右半边方向射到深远，右外野手这个球没接到，没有接到，落水抓上，是跑者回到本垒得分，让陈晨威射到了三垒，三垒安打，三垒安打，三垒安打，继续继续。这个时候，陈威在补上这个三垒安打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游击方向，云手接球中往二垒传，二垒又传到一垒。